欢迎回到 Unity 官方频道，我是达哥。新的一年祝各位2020事事顺心，流水几个亿，支持小弟买套 Unity。 本期的内容其实不是新的项目，而是我两年前的研究内容。之所以想分享给各位，是因为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有人在询问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所以呢，我把它整理成几期的视频想要分享给各位。如果你之前已经看过这个内容，我已经把这个内容改为最新版本的 2019.2， 支持最新的 URP 渲染管线，并且把两个重要的 shader 也改为支持 URP， 以及改善了阴影的模拟。这是一个无模型的场景研究，场景内其实并没有网格模型。一般的观念呢，是在模型渲染出漂亮的 3D 画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可以在渲染完成之后舍弃掉原本的模型，只留下最终的结果呢？电脑图学本身就是一门如何欺骗你的眼睛的学问，而本期将会探讨如何通过一些欺骗眼睛的技巧来达到无模型的渲染结果。这个研究内容我会分期来讲，分别是用图片的模拟、用视频的模拟，还有用照片的模拟。正常来说，镜头渲染的范围默认是一个视锥，这个视锥内的内容被实时渲染到一个平面纹理，并投射到屏幕上，最终会成为你看到的画面。这里的思路是这样，假定摄像头不会移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位置把整个环境渲染成为一张360度的纹理，并包住这个摄像头来欺骗它呢？答案是可行的。我在场景设置几个不同位置的镜头，各自拍下360的图片，针对玩家的位置来切换图片显示，就能达到无模型场景的基本要求。这样子可以把整个运算降得非常低。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有个先天的限制，就是镜头的位置只能转不能移动，不然呢，会因为资讯不足而穿帮。这种监视器视角的游戏在历史上有几个著名的案例，有 Biohazard， 有 Final Fantasy，以及可能骨灰级玩家才会有印象的鬼屋魔影，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如果你知道有其他相关的案例呢，欢迎留言给我们。虽说是无场景模型，但是你还是得建立场景来渲染360图片。我从 SS Store 下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3D 场景，这种场景通常不适合在手机上运行。那我的目标就是让它的渲染质量还是很高，但是能在手机上运行。我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个 Cine Machine 的虚拟摄像头，用摆放监视器的思维即可。关于 Cine Machine 的用法，我就不在此说明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我先前做的一期如何制作尼尔的运镜系统。把场景拍成360图片，我呢是使用 Unity Recorder 这个套件。这个之前我也介绍过，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游戏画面录下来，变成照片或者是影片的格式。这里我在每一个镜头位置呢，都拍一张 4K 360图片，分辨率设为 4096×2048。拍完图片之后，生成一个球体，把刚刚拍的图片作为纹理指定给它。球体的 shader 可以设置为官方 Skybox 底下的 Panoramic。坐标对应到每一只虚拟摄像头相同的坐标就可以了。要检查有没有问题，点一下虚拟摄像头之后，选 Gain Object Align the View to Selected， 就会把视角转到那个位置。你可以用鼠标右键旋转看看是否 OK。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因为这张照片是在 3D 模式下拍的。在不改变虚拟摄像头的位置之下，我把原本所有的模型网格和材质都移除，只留下碰撞结构，会形成一个能行走的环境。在叠上镜头位置拍好的360图片时，这时场景里的 3D 物件的位置又能够完美的结合回来。看达哥的视频长知识，你知道吗？其实人的眼睛在物理上是没有深度检测能力的。
当光线经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时，它会是一个没有深度信息的平面图。那你会说不对啊，可是我可以知道这只椅子离我两米，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一个小 baby 呱呱坠地之后，他的脑部就会开始接受来自两眼的影像信息，拆解这些图形结构，并学习它跟物件之间的相对关系，一直到13岁左右才算是比较成熟，能够真正的分辨出它跟物件之间的位置。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电视明明是一个平面，但从电视投射出的画面会让你产生深度感，因为是你的脑袋告诉你的。由此可知，想知道你和漂亮妹子之间的距离，得用脑。因为训练都是双眼，如果你把一个眼睛闭起来，脑部没有训练过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误判距离。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闭一只眼，然后把两只笔尖碰在一起。在 Unity 里面也可以验证这个理论哦。当我在球底中间的时候，缩放球底改变距离，但是 Game View 画面却感受不到深度的改变。这就是因为距离改变，但是投射到平面上的颜色却没改变所造成的。那这跟本期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因为360毕竟还是一个平面，如果我们要让玩家走到沙发后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放另外一层只有沙发的图在玩家前面，达成走到物件后的感觉。制作不同的图层只需要再烘一次360，但是把不要的物件用图层分类后，从 Camera 的 Mask 设置来过滤即可。其他没物件的地方可以渲染成绿色或者是 Alpha 层，然后交由 Shader 来挖空。由于官方的 Shader 并没有同时支持360加 Chroma Key 的 Shader， 这里我改了一个简易的 Shader 给各位参考。摆好之后，真实感又迈进了一步了，而且你放100层都看不出破绽哦。之前在介绍尼尔运镜时就有介绍过，森林讯有一个叫做 Clear Shot 的功能，可以用射线检查来自动切换镜头。这里用的是一样的原理，但是因为360图片会互相干扰，因此在切换房间时，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来帮房间的图层做 Render Queue 的排序，确保前景在前，背景在后，也不会看到其他的球体。到目前为止，玩家的感觉还是像浮在天空一样，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那个是因为缺少了影子，正常360要投射正确的影子其实不太容易哦。但是这种项目因为有看不到的碰撞结构，帮了大忙。这里的思路是，我们把所有的碰撞结构都给予一个基本的白色材质，让它不是透明，那么它就能拿来投射阴影了，对吧？接着从 Shade 下手，把不是阴影的地方都挖掉，并且打淡 50%。 看看这个完美的阴影投射，不只是地面的阴影哦，连墙壁的阴影都一并解决掉了。这个阴影的 Shader 我保留了原来的旧版，以及升级到了 2019.2 URP 版本，各位可以依照需求自行研究看看。接下来要解决窗外投射光遭到玩家的真实感，这个我当初研究了很久，想尽办法打光对齐都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最后让我找到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方法，就是在摄像头相同的位置打一盏点光源，把相同的360图片只留下光照的部分作为 cookie 投射出去，刚好就会在一样的位置投射出图形般的光源。场景里面有一面镜子，我把镜面 3D 的网格保留在场景上，并在对面放一台摄像头只渲染玩家，然后作为纹理贴回镜面材质来达成像镜子的模拟的感觉。纹理的本身可以左右镜色，因此实现叠合并不是太难。这个工程我会上传到 GitHub 上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下载来研究研究。本期介绍内容其实不算是一个主流的开发流程，但是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启发。下期我将会介绍更进阶关于360视频的结合，保持关注，下期再见。